觉醒来，神清气爽，这危害空岛的乙皇岛了。哎呀，我就可以在这空岛安享晚年了。老爷爷，老爷爷，你在吗？我来找你玩了。我是在睡觉吧？房子瞧瞧，里面也没找到踪迹，桌子上的蛋糕还热乎，再不出来蛋糕我就吃了哟，我真的吃了哟。奇怪了，小鸟小羊，你们知道村长在哪吗？我知道，别问我，快放我出去。太吓人了，太吓人了，怎么昏昏的都想逃跑呀？爷爷被囚禁了，再不跑沉睡的法老又要来了。囚禁？你们怎么能够这么胆小怕事呢？我可不怕法老，我就要挑战法老。姐姐，不是挑战法老吗？你怎么往树林里跑呀？你想啊，这爷爷怎么会关押在法老王的住处嘞？反向思考，就往其他岛屿找就对了。看到这片树木没？真相一定藏在身后。我批！没想到啊，这里居然是偌大的雪地。哎，我这手脚咋不听使唤了呢？这冰面太滑了，好险好险，差点和黑龙一起下地狱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一会滑滑梯，一会飞高高。原来底下是金沙，正好可以借机跳到上空，把屋檐挖开。这一下你们就完蛋了！宠物军团全军出击！妈呀，怎么下来了？还被蜘蛛咬了一口。还好我的小汽车远古半响厉害，全部都清理干净。对面有个开关是干嘛的呀？没反应，只听见咯咯咯咯的响声。哪来的恐龙啊？敲本大仙睡觉。冬眠的冰怪，你不好好冬眠还偷袭我，惹怒我的小车人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没想到这冬眠怪还有这么大的礼包啊！这小的宠物又能扩招了。开一开大卡车小炮车，欢迎加入我的擎天柱大军，现在全部集结。我已经发现这是座蚂蚁洞了，船门打开清理蚂蚁。这群蚂蚁在冰面上的移动速度更快了，想抓都抓不住。管到了，你们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全部都在这里转圈圈啊？而且都往里面赶。主人小心，这里有魔法阵，快离开这里。魔法阵？看样子他们离不开了，我还是先走一步。危险，这不是传说中的炸弹岛吗？这底下全埋着地雷，一定要避开感应板。穿过这片大陆，前面就是法老神殿了。姐姐，不是说反向思考吗？这个嘛，哎呀，还是问法老王干脆一点嘛。先不去神殿，对面的情况浑然不知，咱得去沙漠里面问一问。这沙漠到处的蚂蚁什么都没有啊。哎，发现了个罐子，还有钻石。但这些在矿神山要多少有多少，去另外一个房间看看。大胆野人，霸占房屋，好不笑了你。你中计了。中计了？什么计啊？原来是云团做的房子，我还会回来的。这一次直接来到神殿救出老爷爷。神殿入口在这，底下一片怪物，不好的偷袭者。还好你跑得快，贸然冲进去啊，肯定必死无疑。把宠物给集结好，挖个入口来一场袭击作战。这未免太多野人了吧？救命啊，救命啊！爷爷你放心，我马上就来救你。天哪，打也打不完，一只接一只不断冒出来，这些家伙是打不死。不行，我得先找到法老王，破除魔咒。这不就是沉睡的法老王吗？想逃出金字塔，我可不会放你出来，就在这里把你消灭了。还挺厉害的，不过现在外面就你一个人，这下寡不敌众了吧？又有一堆宝贝，但现在不是欣赏的时候，老爷爷还在等着我呢。老爷爷我回来了，别着急。天哪，怎么还在这？难道这魔法破除不了了吗？对了，刚刚他们跑出金字塔都消失了，莫非是怕光？那只要我把金字塔给拆了。哎，野人真的都消失了，留下的全都是我的宠物。老爷爷，我来了，让你受惊了。